大家连续欣赏了 Lost Homie Tai 结语者无罪无我 Final Round Somewhere 还有噩梦轮 回。大家看，我说了 Final Round Final Round Thank you 那个大家看得开心吗？开心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MC 的话题呢，就是因为今天是七夕嘛，对，然后呢你有很就是有很多七夕的歌曲，然后就是一人来分享一首有关于爱的歌曲。哦，对，在今天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怎么回事，一下嘴瓢了。从慢慢开始吧。我觉得吧，这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，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呢也在这个时候秀恩爱。比如说我的朋友圈昨天就发生一种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对情侣啊，突然就在朋友圈挂人，他又说我要挂我老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我太凶了，然后就发了一段那种聊天记录截图。我的妈呀，我们路人实在觉得晒死了，我这皮肤都晒黑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你就送一首歌给他们嘛。对，关键是他们还有来有回的。第二天另外一个又挂了他，说我肚子痛，他居然吼我，我当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最害怕的是你朋友圈两个女的挂的是一个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么有爱的日子，我就要送给大家一首歌。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很喜庆的歌曲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干杯就干净点，镜头前面，从前的我们。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第一句话就已经概括了我的中心。思思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也送他们一首歌是吧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心里特别大度。你看你送的都是什么歌曲？你送的是分手之后的歌曲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要这样唱。你送什么歌？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不想过冬，厌倦沉重，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。思思，你这是五年前的，我现在是更新后的。我也可以包一包，就当做从没有在一起。那我感觉你们那个七夕都过得蛮沉重的，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首还就是那个比较甜的歌曲吧。好，我来了啊，我的作品，刚上的作品。我要唱了，等一下，我就会两句，三二一走。A little bit shy for you.A little bit loving you。 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好好听啊，我好期待毛毛。毛毛是你们的新歌吗？对，刚上的，刚支持一下新作品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就差一点点啊，就差一点点。是哪张专辑的呢？哪张专辑？春单啊。好的好的，那个我觉得大家嘛，就是一会儿就怎么说，就是我们这么多粉丝嘛，然后都很爱我们，我们也很爱大家呢，所以我就送给大家一首歌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你爱到不分黑夜白天。这么嗨。所以你送给我们粉丝的只有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吗？那还有什么就是那种比较心理深层次一点的，不要这么就是表面的那种歌，感觉是一个个单身狗在自嗨的感觉。有了有了。送给大家哈。爱我非你莫属，我只愿守护有你给我的幸福。爱我非你莫属，也许会笑着哭，但那人是你，所以不怕苦。但是你刚唱的时候，你不是先唱两个字爱我吗？我脑海就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。哎，感觉大家好像对这个年代的歌曲比较熟。对，因为毛毛这个爱我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
憋走，然后我这个憋已经到嗓子口了，结果是波叔，我就又下去了。好，感觉是我唱那首歌也很老呀，是不知道是爱我别走老，还是非就是非你莫属老，反正就是都是那种表达爱的歌曲嘛。然后你刚唱了，挺老的，对，我们不，我们心还年轻，对对。然后刚唱的那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嘛，然后接下来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完之后能在下面转圈圈，然后衷心祝福每一对情侣，请欣赏大家。哎呀，也不要那对，来吧，请欣赏下面的歌曲。